我是阿丢。哎，我今天在这个公司上班第一天，想不到这间公司啊，全部都是麻辣楼男子来的，真是在闲啊，一个女子都没有。我都不懂在这间公司啊，可以做到多少个月？哎，闲啊！哎，姐，问你啊，这边公司啊，全部都是麻辣楼男子做工的没？没有女孩子的？哎呀，我们这种大家公司很少女子做了。不过我们有一个女子啦，是做修车啦，好很少回来的啦。哦，这个女孩子啊，一定是安爹的，西北闲的。我闻到好像有磁性物体的味道。Hello, everybody, 好久不见，我回来啦。喂，真的是一头母牛哦，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谁嘞？啊 ，Joanna， 这是我们新同事，第一天上班罢了，还叫阿丢。哦，你可以叫我大丢。天助我也，原来是我们公司的美女，顿时充满希望了啦。帮我拿给一下，快点，我手够长，谢谢你。哎，不要理这样多，有了看就看，有了闻就闻，呵呵呵。我刚刚想到这个，有什么像啊？我们公司那个女 sales girl 啊 ，Joanna， 哇，平时穿这样少来做工的咩？她穿少关你什么事？有什么问题呢？哇，穿这样少不来做工？她痒哦，痒不穿少哦。她痒？哇，她痒穿这样少来，老板 OK 咩？老板不懂自己喜欢哦。哦，这么你要不要止痒啊？可以吗？你不要乱来呀，我发怪雷了啦，不要乱来跟你讲啊，要给她打爆什么事情啊？哎，走，小黄过来。哦，原来还是真的这么痒。那我要帮他止痒的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喂，老公啊，哦，今晚要加班呢，没有这样早回。是咯，很痒哎，可是没有办法咯。痒。没关系啦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啦。拜拜 ，love you。痒哦，痒哦。哎，我海底捞那边，亮我那边。哎，小燕走。哦，拜拜。啊，丢，你还不要走啊？放工了哦。加班哦。哦，第一天啊。第一天新仔是要加班了。OK， 我们走先了。OK 啊。这死鬼公走了就好啊，不要阻止我做慈善啊。Joanne， 我来喽！你很痒是不是？我来帮你止痒。Joanne， 啊，讲你很容易痒的是吗？啊，你第一天来上班你都知道啊？当然知道啦，我关心你嘛。哦，这样你现在会不会痒哦？我现在啊，痒啊，很痒哎，可是没有办法哦。有办法啦，我帮你解决，帮你止痒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？你不是养妹，把你止痒啊！来，我爸，哎呀！我跟你讲啊，我穿的少是因为我的皮肤对布料过敏，而不是你想这样子私密处痒。OK？ 我13岁的时候啊，出来走的时候，人家叫我 Joanne 姐，你都不懂在哪里啊！哇！不用找我讲吗？这样你不是用这个一级螺旋咯？一级保湿乳液是一款天然无色无味的螺旋哦，针对干性或敏感性肌肤，而且家里有 baby 到热龄人士都合适使用。因为此产品不含可伤害肌肤的成分，不会刺激皮肤，而且这一款螺旋是不含香精、香水、内固醇、酒精等等化学成分，合适各式各种的湿疹皮肤病。如果想要在 online 上面购买或者了解更多详情，可以点击 Shopee 的链接里面进去吧。如果不想在网络上面购买的话，就可以到以下这些 pharmacy 里面均有出售。哇，大雕，你这个乳霜真的很好用哎，马上不痒了哎。卓妍姐，我真的是止痒专家了，不管你皮肤痒还是下面痒，你都会找我，都会帮你止痒的。